每日一句，第32句，阿梅姨，几嘎扎万，几嘎扎万，中文，嘎照的受格，语法重点，几什么什么安，是前缀加后缀，表示受格，即动作的接受者。嘎照是人民，几嘎扎万就是的受格。举例，中文，这只狗咬嘎照。阿梅姨，米嘎拉古尼瓦祖几嘎扎万，米嘎拉古尼瓦祖几嘎扎万。